台湾最强嘻哈盛会4登场，蛋堡李英宏压轴演出。龙虎门音乐节由蛋堡左李英宏右单刚压轴演出。图 Just Live 就是现场提供，20001804.11。台湾嘻哈史上最强盛会龙虎门音乐节即将于4月28日演出，这次一连邀请到三组韩国、日本、香港的嘻哈高手，皆以首次在台湾演出的身份登上龙虎门音乐节舞台，带给歌迷莫大惊喜，包含韩国暗黑诗人之称的语言才、日本演戏新生代 R 和 B 创作男歌手向井太一，以及香港嘻哈鬼才团体 Bakery， 让大家体验最早的嘻哈热力。龙虎门音乐节邀请韩国饶舌歌手宇元才左、日本新生代男歌手向井太一右惊喜演出。图 Just Live 就是现场提供，20001804.11。宇元才从韩国超人气嘻哈选秀节目《Show Me the Money》6崭露头角，这次来台演出，除了表演成名代表作《时差》之外，还特别为台湾歌迷准备两首尚未发行过的歌曲，完整30分钟的精彩演出，让大家现场体验他的独特魅力。另外，嘻哈饶舌诗人蛋堡Soft Liker 以及饶舌王子李英宏 AKBJ Didalong 确定单刚压轴表演，各自独挑大梁带来30分钟表演，为观众带来最有嘻哈态度的演出。龙虎门音乐节演出阵容超强，邀请歌迷一同到现场体验嘻哈魅力。图 Just Live 就是现场提供，20001804.11。龙虎门音乐节以音乐季规格带来18组表演艺人、50首歌曲、4小时的嘻哈演出，跨越语言国界与嘻哈厂牌，将于4月28日晚上嗨翻台大体育馆。更多演出资讯，请见龙虎门音乐节脸书粉丝专页。